现在10:36，1:30差不多到家。这么多人滑冰吗？刚出市区，这行李有点多呀啊！11:26了，出来快1个小时了，这一堆东西太重了，速度快不起来。走了37.43分钟，14.60公里，还有40多公里呢，慢慢赶路吧。1小时34分，36.08公里，还有一半的路程呢。喝点水吧。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，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，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。走了2小时03分，46.30公里。
活并没有那么累。缓上坡，一点一点爬上来的，一刻都没有停息，2小时28分53.87公里。应该是最后一个上坡，过了这个坡之后一路都是下坡。干，歇会儿，走了3小时64.08公里，后边带的东西太多了，这属于重装，所以速度不是很快啊，均速20就不错了。重装骑行。